我们的心儿训练得如何了？今儿现在还不行。现在说他不行，那我留着这个祸害干什么？内功不足，要学会在混乱当中找敌人的弱点，一击毙命。公子，仙儿姑娘被抓走了，抓哪去了？最奴走，什么时候？半炷香之前。 GTV 戏剧台，森田药妆，《楚乔传》。